中国女排江门站14人大名单已经公布，为什么仍然没有曾春蕾的名字？教练在雪藏主力呢？不想赢球，不能暴露实力。去年安家姐输给意大利，没有得到冠军，招致全国的一片讨伐声音。今年郎平连续输球，而且参败给二三流球队，没事，说是郎平的伟大高明之处。郎平现在在人心中可能真是个神了，总是永远正确。